就变得很难防止它了，因为瓜你会吃它，对，它果实哦就会变丑丑的，不好看。啊，要把它去除掉，又很难用。但是它会结果吗？会啊，会啊。哦，那我们果实生命力很强。来个背个明镜推板。哎呀哎呀哎呀。然后旁边有红红的，好，凹下去黄黄的，哎，然后剪，然后再这样剪，剪一次，然后再剪第二次。为什么要剪第二次呢？因为要把它剪到底。那你们剪一次一定会剪成这样子。对。然后这个尖尖的是，哦，这颗又完蛋了。对。为什么？会刺破皮嘛？会不会？不要留地头。哎，不要留。哦，会把橘子刺破。这样了解吗？来，先用，来这样，先看人家的屁股哦。这个，你找屁股玩，你说过了，先找屁股啊。哎，然后剪到底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小心哦。来，倒下来。哎，先拿刀子要小心哦。哎，要小心一点。好。哦，我这样。来，第二妹妹，换你的，来，把镜头那一边，好，你再到底一点，啊，那妹妹你会自己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我不会自己，那我怎么吃饭？啊，对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会不会剪橘子？你真是的，三国小，看到，哎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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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